别插播英雄联盟，哎，这不行了啊，这不行了啊，先插个眼儿来，现在就得插播一首。所有弗雷尔卓德人都是我的同胞。我们家呀。三个 ADC， 一个亚索加阿卡丽，我靠！我们家这阵容是真是行。记住，潘森这种英雄千万别在他面前晃。那如果他一级学的是 Q 的话，那我们就随便点他了啊！他就是个屁，他就是个屁。我们一崩，噗，他就没了。扎我！我点你，你有脾气呗？哎，把他俩的血给他削削一削啊！等着潘森升二了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屁了。等这两个都好了，哎，一手 W 耗 ADC 的血，再点。把线推进去啊，就稳定推线，让他们线出不来，这样对面就没有办法跟我们打，知道吧？别急啊，点，把药吃了，把血量打满啊！哎，打不了一手，慢慢耗。哎，我没用，已经。已经没用了，那薅着跟不上，那潘森配薅着简直就是没有用。当我们的部族联合统一，世界将为之颤抖。快来快来快来！呀，死了。你说你个亚索打人家一个银马，银马的血都没掉，然后就把你打死了呗，兄弟。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没关系。来，杀耗子，看个视野，里边插个眼来，女警不能死啊。哎，好家伙，兄弟！哇，这波吹波扣简直无敌，无敌！俺俩这小配合，我帮你 A 炮车来，剩下这兵你自己补。拿下！时间召回开始。学个一级 Q 吧。来，第一件装备有讲究了啊。帝国的指令。帝国的指令啊。他先杀寒兵，那银马带个闪现，他杀不了我。他们潘森主要刚才这波为什么能打赢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潘森跟蒿子是二级。他俩亏经验了，我们俩是双三的，他们跟不上，你知道吧？这两个人一开始跟不上。虽然我们两个已经优势很大了，但是对面想秒我们啊，还是很可以的啊。给我脚底下放夹子。给我脚底下放夹，如果他敢踩过来，我们就夹他。飞个鸟看一眼啊！
这波直接削刚一波，往这里插针眼儿。这蓝 buff 要是我的就好了。好，越塔来 ，W 给上，扛一下差不多 ，OK， 完美越塔。你自己点，我就不点。野马再上了，我们就不用飞这鸟了啊。这潘森一看就是要闪现的，我这一手凹着来了啊，跑了兄弟，这可救不了你了啊，这可是溜溜了，溜溜球了，这个救不了你了。我帮蓝签飞个鸟，看看他们家这银马上哪去了。扫描，哎对，换个扫描，忘了，没关系，等一等吧。银马应该是去打蓝去了，看一眼。哎，没打。我多肉你知道吗兄弟，不你不知道，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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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肉，你们俩想杀我不可能。直接闪啊！点点点薅着也行，无所谓。你们俩随便，谁来都一样，谁死不行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假装往上走，死回家。哟！没帅起来，哎呀哈，哎呀，我以为我能帅一波呢。这家伙，这把弓就是我的化身。明朗之靴，这把，让局势变得明朗一点。尴尬，可真是尴尬呢。打个红吧。我们帝国的指令，现在我们大招伤害很高啊，是不搁这打峡谷呢？哟，银马有点意思啊，银马有点意思啊，看见我一个小寒兵想上我。小伙子，我是你能上得了的人吗？哎，双杀漂亮，把上路拔了。
我如果敢下来，那么他就应该明白一点，我旁边肯定有人。阿卡丽这边有大，我们随便射一箭。我箭呢？哎，我箭哪去了？哦，维克托中了是吧？哎呦我操！我本来想射下路的，我射着维克托了。把针眼插在这里。先飞个鸟，开个视野啊！这波可以打，直接上吧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干哈呢，小老鸡？在这儿挺嗨呀，还要在这儿回城？啊，还要在这儿回城？我是没想到的呀。现在我们 R 技能伤害特别高，304.04魔法伤害，304点。我们主要是靠 R 打伤害。艾尼维亚，请指引我们。给个鸟来。这女警简直是血送啊，真能送啊！要是没有我在这儿，他就死了。我跟你们说。他应该谢谢我，谢谢我这个寒冰在他身边。你可别送啊，你可是650块。接女警不在旁边，我们收点兵是可以的啊。随便射一箭吧，一分多钟一个箭，随便射一手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慢慢打吧，留他们。其实我 W 也挺疼的，我们光就这种物理伤害，你知道吧？光用这种技能上面的伤害就够了，对吧？这个虚虚就是够了。银马在后边呢，先把银马杀了。维克托可以。老潘森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么不怕死吗？这潘森？小龙可以要啊！来来来来，把小龙打了。怎么打个鸟那么费劲呢？我给你表演一个。打鸟那么费劲呢？我们来中路刮一手维克托，兜兜，回家了。再来个香炉。香炉出完再出个救赎，
救赎其实是没啥用的，我们来个什么呢？嗯，出个重伤，把重伤出了。今时今日，我们的命运立足于微妙的平衡点。黑切加上重伤，嗯，打功能性。铃铛好用，铃铛是什么呀？这不是干锅吗？干锅没有用啊，对于我们来说。我们先来一首那个团队装黑切，再来一个死刑宣告，两件装备。你这蓝枪实在是雨露均沾呐！完了，这疯了，先死个薅着吧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干锅兄弟，漂亮！哎呦，我这立国指令怎么样？可以干，可以干，我就在你旁边呢，别怕啊！哎。我不带进去的，我也秒不了你，我进去干什么去？我进去送人头呢。哎，哎，嗯，给你个标记。哎，不让你回家。我看你怎么办？看看对面人搁哪。哎，减速！这蓝枪又回血，又加一速的，看着没？你干啥呢？上我脸上来了还？哎，减速！哎，减速！剩下的看你们了，兄弟们，我不行了。插个针眼儿，看看对面人什么时候来啊！走位，哎，可以。哎，我有蓝 buff。除非现在人马忍不住了啊，要上，谁敢上来我就射谁，我看谁敢上。没用的，那是上不来的。不行了，现在没保命技能了，这是有点装了，走了。这人马一会儿指不定啊，就上头，就往我脸上冲，你知道吧？队友呢？队友呢？救一下呀！队友呢？女警呢？女警咋走了呢？你却跟他走，你不跟我走？我靠！我操你猴子！哎我生气了，你失去了我啊，女警，你失去了我，明白了吗？就像你失去你的红一样，你失去了我。你失去了我，就像你失去红 buff。
这个蓝就给阿卡丽吧，我们家人好像除了阿卡丽没谁能拿蓝，所以这蓝我们拿了，好吧，红蓝我们给他拿掉。给我嘞，反正你也不缺，我们给他拿了。你那个平 A 呀，给我追！就你刚才啊，就你刚才大我是吧？队友呢？队友呢？上啊！我都把他们给包围了，这不上。算了，推吧。那潘森送人头啊！你是疯了是吧？啊？兜，队伍界大师，你就让我刮你啊！我一会儿就给你刮死，我不用你在那烧。队友呢？我给你吹了个鸟，兄弟，可以。那维克托没人敢杀是吧？为什么没有人敢杀维克托？给我解释一下。你这锁不行啊。人马又像一个鬼一样的人马，亚索呢？哎呀，有点气呀，这人马呀，这人马可是有点讨人厌了。来个朋克巨链，出个黑切的。下回不要野这人马啊，不要野人马，别人可以野，人马不能野，明白吧？加油兄弟们，这人马大让我打了，别来回穿了，往他家里头穿呢，那耗着搁家里头呢。我射了，我射了，兄弟们，我射了，我射了，我射了啊，我射了，我射了，我射了，中，好，薅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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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